双手摩擦靠近啤酒瓶，一二三，直接打开来。隔空开啤酒怎么做？非常神奇的小魔术，准备普通的啤酒，餐桌上面就可以表演啊。首先我们放到桌子上，先表演再教学，注意看，两手空空没毛病哦。搓下，为什么要搓下？搓下之后呢，可以产生静电，产生静电之后靠近这个玻璃瓶哦，不是这个啤酒瓶，一二三，是的，可以直接打开来，当然没有任何的问题啊，非常神奇，非常不可思议，来直接就出个详细的教学。大家帮忙点赞、评论、关注一下，行不行？直接就出详细的教学啊！谢谢大家。很多人会说哦，教学完之后肯定会说这个魔术好像没什么实用，其实非常实用。餐桌上面你可以事先准备一个开过的啊，然后混在一起，混在跟没有开过的混在一起，观众是不会发现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放到桌子面前的时候，手上其实有一根线，来看一下，它是这样子的，这个黑色的线看到吗？好，它是一个这样可以拉开来的，看到吗？看不看得到？看得到。好，这样子隐隐约约应该是看得到的，这样子啊，那这样。假托摩擦其实是把一根线拉开来，然后这个线靠近它，来看一下，我这个线靠近它，然后往上一翻啊，它就掉下来。好，其实线在这里，看到吗？原理就这么简单啊！大家学会赶紧去骗朋友玩吧！我是小东，带你玩魔术，拜拜。